马国明、唐诗咏这对干兄妹一起出席 TVB 新剧《白色强人》的宣传，两人在剧中饰演夫妻，甚至有吻戏，不过两个就毫无尴尬，反而还互相赞美呢。马明都帅了，我的确也很美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我们穿的这个每个人也变美了。对呀、啊、很有型。当然了，你看他穿的这个马上就是大男人，对，什么感觉都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说什么都是对的，现在对。既然干妹妹说的什么都对，怎么之前铁马寻桥众演员为唐诗咏和林子善庆生，却不见他的踪影呢？这不是我的问题、啊、你要知道。是是是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们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改了时间，我们不对。对，原本我是可以的，是他们突然改时间，那我就不行了。他很多约会的。什么约会？他有很多朋友的，有很多约会的。很多约会的。啊、碰到我了吗？我又是的。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不是我相遇吗？当然是 birthday boy 跟 birthday girl 是最重要的。另外，郭晋安跟李嘉欣在剧中都是饰演医生，但角色的个性却是截然不同哦。啊，我的角色比较特别，特别的原因就是你看不到这个到底是反派还是正派，这个比较困难，很难掌握。不过要看观众喜不喜欢这个。到底是最佳男女主角，怎么会难到他们？要李嘉欣说困难也不容易呢。难度嘛，当医生有一定的难度，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难度就是样子不要笑得太开心吧，因为我的角色都是挺常常都很酷的样子，没有笑容的那一种，但是我也很容易笑的一个人。所以这一方面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度。这出剧云集这么多演员，在收视方面一定很有信心喽。平常心吧，反正我们都尽力，已经把我们最好的已经做到了。做好了。做好就已经。所以就从由观众来评定我们的分数。那就等老板请大家庆功宴喽。香港报道。